前後一起做的話呢，你就有效會停在中間。升起腳踭前後，升起腳踭前後，蚊拉，明唔明白？吸上去，再睇一次，升起前後吸拉，個波會好正宗嘅。前後拉，明唔明白？記住呢個感覺，前後拉。我哋要起动跑位去接波嘅时候，记住唔可以咁样喐嘅。嗱，你唔可以向右踏步喐嘅，因为如果你一咁样嘅话，你就通常九成个头行先。所以我哋系反方向。点解话加个 shake 就系咁解？咁样嘅话咧，我哋就会易喐好多。你个人亦都稳定，因为你系反动咯。明唔明白？所以记住，我哋惯性亦都系一个好好嘅习惯，就系我哋去嗰边系，然后咁样移动嘅压拉，明唔明白？系应该系咁。睇多次一个步伐啊，头都跟住一起望，因为我哋要 fit 埋人哋。一二反动，头唔会行先嘅，清唔清楚？喺接球步伐入边咧，我自己研究咧。我哋而家主要打咧系钉人嘅比赛，喺钉人入边咧，你如果要射一个远投咧，基本上你嘅跑动系会多过联防好多嘅。联防咧一般可能系企喺度嘅，因为防守者系守波唔系守人，但系喺钉人入边，佢会跟得你好多，所以你会有好多跑动嘅步伐。好啦，我九成嘅投篮都系经过跑动。虽然我成日放我自己嘅比赛俾大家睇，好多网友都会话啊冇人防守嘅，其实佢哋唔系唔防守，其实佢哋系唔敢埋嚟我身边，因为佢一埋嚟我就会过佢嘅，只不过我冇剪翻低嗰啲过佢片段俾你听，因为我过完佢，我唔一定上篮，我过咗佢之后，我就会传俾我嘅队友。当你传多两三球咧，过咗两三次咧。佢就一定會縮後，我就會永遠把握住嗰個機會射波。其實唔係冇防守，只不過係因為我不停會做切入 punch the gap， 所以咧佢唔會太黐我身。但係當一唔黐我身，我哋就射波。咁呢個就係我令到自己個得分效率好高嘅一個技巧嚟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講翻接球步伐，我哋點樣訓練自己接球步伐呢？首先同啱啱嘅原理一樣。一隻腳前，一隻腳後。嗱，我會必然係內八字嘅，因為佢會更加有效急停。我哋點樣度呢個位置呢？假設而家正前方係框，我左腳對住框嘅左邊，右腳對住框嘅右邊。第一，你身體會正對籃框先。OK， 好啦，呢個時候我哋要內八字急停。所以你隻腳會向前伸嘅。好啦，當你向前伸嘅時候咧，腳尖往內睇住啦，腳大腿內側咧就會有條直線咧對住個髋嘅中間。好啦，然後同一時間左腳拉後半步。左腳嗰個半步咧，就係嚟自喺前掌同腳踭，我哋會搭埋一齊嘅。即是前掌位置喺個腳踭位置，我哋就係咁樣。嗱，呢個就係令你。形成呢度有一个三角形，
對翻正個框，力量就會更加正宗。但係你要做呢個步伐，我哋點樣練習呢？我哋係升起個人，一前一後，再睇多次，前後一齊做，前後一齊做，前後一齊做，似係一個教剪腳咁樣嘅。前後一起做的話，你就有效會停在中間，升起腳踭前後，升起腳踭前後，蚊拉，明白吧？吸上去，再看一次，升起前後吸拉，個波會很正宗的，前後拉，明白吧？記住這個感覺，前後拉。当你练习惯了的时候呢，是啦，拉，你就很容易呢压得实个步，波，是啦，前后拉，得不得？嗱，我哋试下咯，又嚟，试下就咁原地啊 ，OK，ready。好啦，首先左脚对咗框左边，右脚对框右边。然后做了个内八字，脚内膝头内侧对住框中间，左脚拉后半步，系做了这个步先。OK， 好啦，合翻埋只脚做这个步出嚟，前后出掹拉，好啦，又是见到啦。Matthew 个问题是什么？冇 swing， 因为只手咁样啊，太短了，你条边得咁短，是咪啊？短边，好下位，再嚟啦，升起，升起，系啦，做了个步先。拉后，跟住前后，系啦，系啦，有少少扭过龙啊，即系右脚过得就系，即系咧你变咗咧，你啱啱咧就成个宽转到有啲夸张，再嚟升起再试多次，系啊，转前后，系啦，记住 swing 啊，有少少推啊 ，go 个波唔转啊，因为再嚟 swing， 系啦，都系。有膊头的少了很多，但是都会用到膊头，前后 good 多得滞了，所以偏了左，你只右脚成只右脚膝头去了中间，记住我们是内八字，脚内荡在中间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度清楚这个位置先。刚刚 CM 是来到这里，所以过了龙，再来前后停，升高的人先，前后系啦 ，good shot， 系啦，嗱都系你高度感啊，肯定膊头噶，明唔明？过嚟 ，go， 停，嗱你个波本身推紧啊，你攞咗呢度啊嘛，记住顶多少少 ，go， 左手直嘅，系啊，左手嚟呢度，直咗先，呢把枪喺度，系啊，直咗先 ，go， 系啦，你咪 swing 到咯 ，go， 系啦，所以个碗咪开始歪咯，就因为唔够斜啊嘛，停，你左手未伸直啊，又系。系你记住你条边咧伸咗出去先，你个手踭唔会喺呢度嘅，手踭成日都喺呢度，你边有揈嘅？喺呢度 ，go， 系啊，揈啊揈啊，记住揈，唔使咁用力，好用力揸住，同埋手指揈唔到啊，最后嗰 part， 记住咧，你手指都有揈嗰一下，个波先会转嘅，明唔明白？手指都要揈埋 ，go，good，good，ok， 试埋啊 ，Matthew。真係好容易嘅，膊頭用力，唔係左手用力，主要都係右手用力，明唔明？好啦，嗱呢個步伐咧就會令到你咧可以更加穩定啦。永遠跑動嘅時候，記住你壓落去就做呢個步。嗱，你一開始我哋好刻意前後，但係當我哋跑動嘅時候，波你就唔使咁刻意噶啦，你都會好穩定，清楚嘛 ？OK， 好，今日完。